一个人跟这儿喝闷酒呢？好了，一个开天计划失败，并不意味着永远失败。我心目中的盛天来可不是这样的。我敬佩你过去所做的一切。金大哥，你不用安慰我。 开天计划失败了，我就彻底输了。哎，我觉着只要盛天来在，就会想出更多的开天计划。只要你没有失去斗志，现在言败还言之过早。别忘了，你还有战友，还有40万万同胞，还有喜欢你的人。 丈夫不会希望看到你这个样子的。我明白，这件发生太多的事了，开天计划失败，丈夫牺牲了，还有很多有血有肉的人，就这样消失在我们的生活中，盛天来也是一蹶不振。 樊姐，我特别怀念以前我们跟着张叔在同乐堂帮忙的日子，无忧无虑的。现在我们的生活好久好久没有那么平静了。国难当头，哪还会有什么安乐的日子啊？ 不过我们都是老队员了，我们要更快地调整好情绪，加入新的战斗。我知道。对了，我已经和秦老师说过我们入党的事情。如果真能加入中国共产党，也算是可以高位张叔了。这么说，张叔真的是共产党？嗯。之前碍于身份的原因，他一直都没有告诉我们。 原来我们意志离党这么近，可惜张叔已经不在了。大家都不要灰心，不管我们能不能加入共产党，我们都要继续战斗。对，没错。为了张叔还有张川，为了我们的亲人，也为了我们的祖国，我们要继续战斗。 林叔，来打把手。峰哥，
哎，张老板，车修好了啊。好嘞。日军偷袭珍珠港，美利坚对日宣战。你怎么进来的？什么事儿能瞒得住我呀？这些天你都去哪儿了？我一直在找你。秦老师说你在办一个事情，这么神秘啊？你找我？你担心我？又来了。我确实是去办了一件事情。这件事情与你有关，跟我有关。你把眼睛闭上，我给你个惊喜。干嘛啊？闭上。睁眼吧！哎，娘。
当年，你爹被关东军打死，我呀，我就带着你们逃了出来。咱们在路上被关东军追杀，逃散了。我带着你弟弟，去哪儿找你啊？我们就跟着逃难的队伍，一直走到了山西。我和你弟弟，在山西生活了这么多年，你看，你弟弟都长大了，他一直在外面。 打探你的信儿，可就是没有你的消息。多亏了盛天来，他一直找到了山西，这不又把我们俩带到你这里。你要好好的感谢他。是啊，如果没有盛大哥，我们就再也不会找到姐姐了。现在咱们一家团聚了。 可是你爹再也见不到你了，娘。什么？你想担任宪兵队总队长一职？是。自从武田雄殉职以后，宪兵队总队长一职已经空缺很久。我是您的特使。 却也一直承担着队长的职能，在您的栽培下，我的努力您是看到的，我的贡献您也是清楚的，所以，请你考虑一下我的请求。这怎么可能呢？在我们大日本帝国的军队里，从来没有女性军官。哎，杨子啊，你的这个请求就不应该讲出来。 可是这不公平。我明白你的意思，你们大野家族到你这一辈，没有一个男丁，你是想要光耀家族，但规定就是规定，而且总部已经对宪兵总队长有了人选，你呢？ 继续做我的特使，留在江津，这不好吗？你放心，接下来我会给你一个特别的任务，事成之后，足以让你的家族增光。 请您明示。珍珠港事件之后。 美国人参战，战争的范围扩大，而且战争的时间又拖了很久，国内的资源日渐短缺，所以政要们希望能从中国获取更多的资本，以巩固国内的稳定。 中国的古董文物，向来在国际上都有很高的价格，比起黄金还要珍贵百倍千倍。那您的意思是，如果你能在短期内收集到大量的中国文物珍宝，运送回国支援战事。 那就又回来了。女儿啊，你又何苦与他们为敌呀？现在又家不能回，流落在外，你不知道能不能吃得饱，穿得暖。你让我这为父的心，怎么放得下？
老爷，老爷，老爷！哎呀，我妈什么事？你这一惊一乍的，我受不了这样的惊吓了。老爷，那个日本宪兵队的大爷特使又来了。是福不是祸，是祸躲不过。来就来了吧。 让他在前厅等我，说我马上就到。哎，不必了。我正要出去迎你，你已经过来了。这里乱，我们还是到前厅说话吧。我看这里不错呀，这个青花竹石芭蕉纹玉壶春瓶。 不错呀，是明朝的吗？大野特使，果然是慧眼，这是明永乐年间的。据说这个玉壶春瓶，在康熙、乾隆年间都有仿造，但都有形无神。你瞧瞧，功夫在这儿。 你看到这黑色的斑点了吗？怎么？这个黑斑，好似水墨画中的昏散的效果，这就是明永乐青瓷的显著特征。这种自然的色泽的特点极难模仿，为后世仿品所不及。清、康熙、雍正、乾隆期间，皆有模仿这种花瓶。 但首先，其造物的造型就不及永乐器的柔美秀丽，大多都显得体态臃肿笨重。更重要的是，这黑色的斑点，它不是自然烧成的，而是有人重笔点染而成，自然与原物相差甚远。 人都说伯父您是江景古玩界的专家，果然名副其实。哎，不敢当，不敢当。你要是喜欢，我把这只花瓶送给你，也算是一点小小的心意。这瓶子，您放的这么明显的位置，显然是您的所好。 我又怎么忍心夺人所爱呢？不过我这次来，确实有求于您。在现如今的江京城里，还有什么事情是你们日本人办不到的呢？我已经老了，而且身体一日不如一日，看来。 京急收古玩，不限朝代，不限种类，品相上乘价格。哎，老王，还有这好事儿啊？好事儿啊！哎，快回家拿去。走。端爷为什么突然这么紧急收集古董啊？这件事有些蹊跷啊。快令有隐情。别猜了，我们去看看。弟弟，进去。哎，你看我电话。 我这可是宋代名家的真迹呀！哎，是真迹，你看，真的。你看我这，绝对是千金之妻，不少宝贝呢。哎，金爷，玉有不少宝贝，这就是真的，那可有缘分了。那可得值不少钱呢。你看他，你看那个人，你看那个人，你看那个人，真迹啊！我看看这个，这是两位的金啊，兄弟，这得排很久吧。
你也是来卖东西的？哎，是啊，我瞅瞅。哎，好，看看，我这东西怎么样？赖叔，你这东西一瞅就是假的，我看啊，你也甭排队了，耽误时间不是？再说了，这什么东西能骗过端老爷子的双眼？啊，你这话说的我可不爱听啊，我这可是祖传的东西。哦，对了。 你说这端老爷子，他干嘛要收这些东西？这谁知道啊？这，你说，你可别跟别人说啊。哦，这事儿，怕是跟小日本鬼子脱不了干系。这几天，有人看见，端府晚上有日本鬼子进进出出的。你的意思是说，是日本人让端爷收古董的？我可没说这话啊。 谢谢老爷。哎，下一位，端老爷您好。哦，你这件也是仿品，寿桃品，放到家里挺好看的，收着吧。谢谢端老爷。 慢走，下一位。哦，马车。什么？我爹在收古董。锦荣，如果没猜错的话。 你爹被迫在替日本人收集古董，我听一个洋人讲过，我们中国的古董在世界市场上有很高的卖价，恐怕日本人搜集这些古玩，是变相的搜刮我们的财富。这只是其次，这些古董都是我们国家的文物珍宝，汇聚了几千年的文明和历史，一旦流失，会给国家带来重大的损失，而且这些损失远远超过金钱意义上的价值。秦老师。 这件事交给我吧，锦荣，你现在可不能回端府啊！放心吧，我有办法回去。我爹现在竟然在帮鬼子做事，我这做女儿的怎么能不管不问？一凡姐，锦荣，你爹才刚开始行动，事态并不严重，如果你现在出面的话，应该还来得及。锦荣，我陪你去，万一有什么事儿，也好有个照应，不是？好，事不宜迟，今天晚上就行动吧。好。 你看看，你看看，这一天都过去了，送东西的人不少，可十有八九都是赝品，剩这么几个是真品，也不是什么好东西，也就是随随便便就能淘到的便宜货。那您告诉我，要怎么样才能尽快拿到真正的好古董？这。 我明白了，大的收藏家永远就只有那么几个，好货十有八九都在这些少数人手里。但他们非富即贵，肯定不愿意轻易卖掉自己的藏品。所以啊，依我看，咱们从明天开始就不要这样收古董了，反正到头来都一样，收不到好东西啊。这件事情。 我的确想得太简单，就按伯父您说的办。
明早就撤掉所有的告示。好。不过，就像我说的，大多数奇珍古董都在少数的大藏家手里。这些人，伯父您都很熟识吧？哦，熟悉谈不上，也就是打过一两次交道。但是，根据我对他们的了解，这些人把他们自己的藏品都堪称是心肝宝贝，绝不可能轻易出手的。您只需要帮我列一张名单，我要江津城内所有大收藏家的名字。届时，我会亲自上门，一一拜访。这，伯父，难道这么简单的事情，您都不愿意做吗？不是不是，你得给我时间，我得好好想一想，都有哪些人。那您尽量多列一些，不要有漏网之鱼。今晚我会来拿。我会找别的行家，再列一张单子。希望伯父所列之人不要差得太多。爹找你找得好苦啊，你知道你在干什么吗？千万不能干那些危险的事啊。爹，女儿当然知道自己在做什么，现在是您不知道您在做什么。你是一个中国人，为什么要替日本鬼子做事？那个大野洋子，她就是一个彻头彻尾毒如蛇蝎的女人。大洋子来了。这个时候过来了，是在跟踪我们吗？不是不是，他是来给我拿名单的。快快快，你们赶紧躲起来，要让他发现那就麻烦了。快躲起来，小七，快！伯父，好，名单怎么样？还差几个。这样，你先回去，等我写好了。我亲自给您送过去。不着急，我等您。
伯父。啊。你好像很紧张。啊，我不紧张，我只是有几个人的名字想不起来。您的书房造得不错呀。古朴清雅，衬得出您的身份。哎，那边是堆杂物的地方。那是我堆杂物的地方，乱得很。这名单我都写好了，你要不要亲自供我？您确定江津城内所有的大收藏家都列在单子上了吗？这个我不敢保证，但是我知道的都写下来了。我相信你不会因为一些无关紧要的人而做出没有必要的牺牲。大爷特使啊，我还有个请求，请你不要告诉别人这份名单是出自我的手，这样让我以后……明白，伯父放心，我们的合作还是很长久，我怎么会让您难做呢？再说，我也只是想找他们买一些藏品吧。伯父留步。不远送了。伯父，我希望您知道，因为我和您合作的关系，我一直在力保府上平平安安。但如果让我知道景荣回来，您没有及时上报，与他私下勾结，那我也没有办法再帮您了。孰轻孰重，您自己考量清楚。干什么呀？大爷杨子是什么人您不是不知道，他为了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，什么样的手段都使得出来。你把那些单子列给他，不就害了他们吗？爹，您为什么要这么做呢？女儿啊，爹是实在没有办法，这样做就能保住咱们的家。爹，如果人人都想着自保，
那我们还跟鬼子对抗什么？到那时，国家都没有了，我们的家还能保得住吗？ 不过，现在还有挽救的办法。只要我们赶在大野洋子之前通知所有收藏家，说不定他们就能躲过这一劫。那我要怎么做？你把刚才给大野洋子的名单一字不差的再写给我一份。好，好，我现在就写。 好，拿到了名单，那我们就还有机会。 我们要立刻通知名单上的这些人，阻止大野洋子的行动。好，今天有幸宴请这位，也是我大野洋子的夫人，也希望能够借此机会和大家结识。这杯我先干为敬。 少在这假惺惺的，你不就是想买我们手里的东西吗？生意归生意，能和大家做个朋友，也算是我的荣幸。哼，省省吧，我姓赵的，绝不会和日本鬼子做朋友。我们手里的这些东西，那些珍品，那都是国宝啊，能卖给日本鬼子吗？ 能卖，绝对不能卖。再说了，你这点勾当，说好听了叫生意，说不好听的，那叫明抢。我告诉你，我姓赵，在江津城也是有头有脸的人物，我不怕你。 这是我的价格，就是我这里所有人的姓。谁家有什么藏品，都给我写下来。如果让我知道谁漏报了什么，我会找他单独谈谈。 满腔热血，在心中流淌，默默融化世界的荒凉，愿这片大地的幸福安详，绽放和平的芬芳。满腔热血，染红了眼眶，看尽天下痛苦和哀伤。